来到瓜地马拉，奇奇卡斯特南哥呢，这座城市啊，是有几处啊非常热门的拍摄打卡地点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 ，Go！瓜地马拉人热爱色彩，不同的颜色代表着种族、信仰或者是家族喜好。位于奇奇卡斯特南哥镇郊区的坟场也会刷上鲜艳的颜色，鲜艳多彩的样子远远的就能见到。有着五颜六色、各式各样的屋子，缤纷的色彩与气息，拉近两个不同世界的桥梁。据说这是一种对死者尊敬和缅怀的表现。中美洲的天主教融入玛雅文化，建于1540年，在18世纪时重建过。教堂的台阶上摆满了鲜花，卖花的是衣着鲜艳的瓜地马拉妇女。从教堂上能欣赏到奇奇卡斯特南哥续集络绎不绝的景色。奇奇卡斯特南哥市集号称中南美最大的市集，市集充满了手工制作的艺品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品质不错的纪念品，其中纺织品相当细腻，丰富的食物气味，来自瓜地马拉各地的小贩聚集，多种不同的语言。在这里的居民喜欢将自己的住家漆成五颜六色，住家色彩缤纷。行走在街道上，任何一处都能捕捉到这个城镇色彩浓的一面。但也因为这样，观光兴起而带动周围成为热门景点。下次呢，如果有机会，您来到了奇奇卡斯特南哥，别忘了到这些热门的景点去拍张照，并且上传你专属的美美的旅游美照。